还有这种说法？前辈，只要晚辈将本命真火中的火属性和冰属性火种按照您说的比例融合好，就能炼制出合格的中品尊器了。信与不信由你自己定夺。前辈，晚辈绝不是质疑您。你可还炼制过其他的中品尊器？有，其他中品尊器法宝都是合格的。这柄剑也是次品，你晋升中品尊器师还未超过50年吧？前辈，您真是神了，这都能看出来。龙宗主，你回去了赶紧改善本命真火，否则你到死都无法炼制出合格的中品尊器法宝。多谢前辈指点，晚辈感激不尽，希望前辈日后闲暇能来晚辈的龙云宗坐坐。腾云，你过来。啊，你还是尊气师，快说，你的炼器造诣到了何种境界？回禀宗主，弟子是圣阶尊气师，而且弟子还是圣阶尊符师、圣阶尊阵师。四个圣阶，他才22岁，四属圣阶的造诣。相当于仙门丹气符阵这四脉首席的能力齐聚一身。谭前辈这是说了什么？堂堂古老宗门的宗主居然被自己人给震撼到了。宗主，请恕弟子之前有所隐瞒，在永恒仙宗四书大比时未替气符阵三脉弟子出战，弟子师父曾交代过人心险恶，只能跟非常信任的人说出这些。弟子如今的成就全是师父强行逆转时空所传授。本宗主都明白，你不必多解释。我皇甫圣宗有你这样的弟子，实乃天大的幸运。放心，你的事本宗主会帮你保密的。今后待谭云的四术造诣超过圣门丹起符阵这四脉首席，他就是我一统这四脉的最强利器。只有谭云这样的超级天才方能配得上我的女儿，将来定要将她收为女婿。谭云，你继续吧。是宗主。我等不虚此行，获益良多，多谢前辈指点。叨扰多日，就先告辞了。2个月后，我们带人前来，共同建造天罚方城。前缘，你去送各位宗主离开皇府秘境，之后，天罚方城的所有事宜，由你全权负责。老奴遵命。此次你立了大功，大胆地说，想要什么奖励，本宗主一律答应。回禀宗主，弟子为宗门效忠，不敢鞠躬。今后你在本宗主面前无需拘谨，在本宗主心里你比仙门各位首席都有用，尽管说吧，想要什么奖励？宗主，弟子想要火属性和冰属性火种，越多越好，品阶越高越好。又要火种？你确定只要火种，不要功法和法宝？弟子确定。这样吧，待会儿你传本宗主命令，去仙门皇府总行找负责人谭台中德，让他把所有火种都拿出来，任你挑选。多谢宗主。区区火种只是小小奖励罢了，待你永恒之地试炼归来，本宗主有最大的奖励给你。
最大的奖励。弟子先谢过宗主。你先去皇府总行吧，然后尽快赶往盘龙飓风。嗯。嗯。先以苏冰师傅的身份把应得的火种拿到，然后再以真实身份传宗主命令，找德老要火种。前辈您好，我们总行月底才有拍卖会。老朽是来找德老的，他在吗？请问贵宾如何称呼？与德老可有预约？我与德老很熟，不需预约，你只管带路便是。好的，您请跟我来。